在已经吃完了，刚刚下来，然后在 IFC 里面，然后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愤怒加愤慨，但因为鉴于我现在还在公共场合，所以我不能开始破口大骂，回家之后我就是一定要。好难的哈喽，然后今天我们等一下要出门去吃寿司，选的是一家日料店，然后现在应该是香港最难预定的一家 Omakase， 它是在四季里面每个月的一号，然后你要打电话进去跟他预定，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是打了快100多个电话才打进，当我们电话打通之后就会有人联系你付 deposit，在跟你确定之后的时间，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时间一直拖，然后最后决定延到了今天，我们要去吃，所以我今天专门化了个妆，等一下就要去吃饭了，希望这个饭能好吃啊，因为它很贵，它可能要4000多，将近5000块港币一个人呢，两个人吃下来不得小10000块钱，贵死了，这个价位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还挺贵的，因为在纽约吃一顿非常好的 Omakase， 就像算是 Nose 也才500-600吧，这样子换算成哦也是4000多，是普通的话我感觉就在300-400刀差不多，但是香港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也都很贵，希望它最好能值回这个价钱，不然我就要在餐厅里破口大骂。现在都没有什么人，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现在客人都太少了。Okay, thank you. I want to make sure.
baby snuff。吃 omakase 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我每次都是可以吃超多。我去 Ginza 吃这个，就那个 chef 会专门给我一碗姜，就是说啊你来了就是给你准备的姜，就我还什么都没有说他就已经一碗姜给我准备好了。当我走出餐厅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超级想要吐槽，但是无奈碍于我在公共场合不方便与我发火，我只能带着我的怒火回了家。就其实今天整个的用餐体验都是愉快的，直到我看到了账单，就我当时我就心里的怒火就起来了，就是因为我对像这样的餐厅，他说他是米其林二星，然后但是相同餐厅如果我吃一个晚饭在纽约的话可能是400刀，然后人民币可能是3000不到一点，
而且他们的菜会更多，就是会多到我吃到想要扶墙出去，就是它的鱼一般应该是12到15个 piece 起，我今天晚上吃的就八片，而且还没有 otoro， 我就觉得太坑了，而且真的非常的坑。而且就是我比较气愤的一点，就是正常如果我去一个餐厅，我像而且尤其是米其林这种级别，我跟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一般都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也不说是小 surprise 吧，会给你准备一个小蛋糕，然后跟你说 happy birthday。 如果是在一些法餐厅或一些美国的餐厅的话，他就会更 generous， 会就给你送你一个菜什么之类的。日本餐厅一般比较小气，就会送一个餐后甜点，或者就 omakase 多送你个 piece。 但今天我们去预定的时候已经跟他说了是个 birthday dinner， 然后结束的时候我还 mention 到，跟 chef mention 到这是一个 birthday。 其实我确实就是小农经济，就想是摊人家几个 piece 之类的。上海的 Susie Ginza 吃，就圣诞节就已经不是生日，只是一个圣诞节，主厨都会送一个非常 special 的一些小菜之类的，但是今天就完全没有。后来我就是一直跟他反复提，我就说哇这个蛋好好吃，蛋好好吃。后来他就终于意识到我可能生日要送我一个 tamago 的一个蛋，我想说没有送鱼，送个鸡蛋也不错了。然后他就说那我就送你两块，结果他最后把这个给我算在了最后的账单里，我真的要气死了。8000块钱两个人吃了一顿妈妈 day 的 omakase， 它虽然是好吃，但是我觉得真的不值8000块钱，它的名声已经大于它的菜的品味。我觉得就是我没吃过几百家 omakase， 但也吃过几十家吧，这个价格最多在350刀，不能再超加小费。今天两个人吃了我8000刀，就相当于1000多刀，这完全不能跟 Nose 和 Ginza 比。就是而且他主要是他这个餐厅的噱头搞得太好了，就是非常难订。香港可能稍微还好订一些，但是你在日本就根本就订不到。其实我觉得性价比极低，就没有必要就专门就说慕名去吃，我觉得会比较失望。就是正常吃，就可能你钱比较多，就是上市公司老总之类的，就是或者家里亿万富翁，你去吃一个 OK fine， 那我不 judge 你。那是像我们这种学生，就是还在半工半读，花着家里花着父母的钱，然后再靠自己卑微的工资去吃，我觉得真的还是挺不划算的。